京城有一位铮铮铁汉，江湖上称他是神教真三，他尊师爱友强大胆胆，学绝技练真功他苦书点翻，教帅得他出神入化迷人眼，耍中翻千斤力稳了泰山，如蛟龙出海雷电闪，四怀中抱月风卷云翻，他一舞梦一为重，他一举多魁，为人上财产教社会起荣德，真三荣光盼之他，盼之盼雄鸡高唱神州大地，惊动您老人家了。那天来的贼就是为了这。哦，这就是一百单八式神交图。炕桌摆好了。哎，道光年间，我爷爷在善浦营当玉仆库，他从小就习武练教，学得一身过人的好本事。那年蒙王的战殿将军曼德勒前来比交，善浦营推出我爷爷应战，我爷爷在皇上面前比交献计，我爷爷没费吹灰之力就赢了曼德勒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亲赐他一盏翡翠玉灯，从此人称我爷爷玉灯满。谁知小北安王不服，前来比交，
我爷爷也不含糊，他生性刚直，竟连胜了小北安王三交，这下可大祸临头了。小王爷责打我爷爷200竹棍，竹棍里灌满了铅水，他老人家连腰子都给打烂了。他临死前就说了一句话：不使教术失传。后来我父亲在西直门私设教场琢磨教术，他每学的一手绝技就把它画下来，13-14年从没有间断过。我父亲下世以后，我又干了8-9年，这前前后后是20多年呢，才画下了这张138式的神交图。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一个能接过这神交图的人。有什么难处你找我去啊，找我去。劲儿哥，劲儿哥，你这个花篮，这个花篮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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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篮，
野猫吧。哦，这回这批白面儿，可别像上回似的，让人给劫了去。哎，又遇上这年关日子口，我估摸着悬。不是年关也赚不了大钱呢。得了得了，净干这悬事儿，上次那亏你还没吃够啊！再这么干下去，你早晚得进大狱。啊，得得得得得，不赚大钱拿什么养活你呀、啊？姨父，嗯，其实要依我说啊，嗯，这官面上的事儿啊，那都好办，多给点黄的不就得了？就怕那些吃黑食的，口外的地方，那官面上的事儿还用得着你操心？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？啊，那你小子啊，不文不武，你整天就干什么呢你？不就是让你在天桥了、北庙了去结交江湖武林豪杰吗？干咱们这行的，就靠着公私两面的交情，啊？可你小子，啊，那整天去。啊，就这玩这个啊，这要哪个咬紧的，哎，得了得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火呢，得了。你也是不争气，给死你。高经理，高经理，有人要见您。谁呀、啊、就上次来那个撂跤的。嗯，哎，姨父，兴许是金二、嗯、啊，快快请进来。好嘞，估摸着他动心了。哟呵，金二哥正说着要去找你呢。哎二贵，哎上茶啊。金二爷啊，啊，这二乖，哎，以后金二爷要是再来，不用通禀、嗯、啊、嗯，自己人嘛、嗯，直接进来就得了、嗯、啊。那张图，他果然传给了甄三儿。嗯，什么图？嗨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图啊？神交图呗，啊，这，哦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嗨，哎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，哎，谁让他满八爷看上甄三儿了呢？哎，听说八爷嫌你不如甄三儿厚道义气，要我说呀，你够义气的了。你看，八爷不让你上我这儿来，你就不敢来吗？哈哈哈哈！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件事儿您也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不管师傅怎么样，做徒弟的可不能有二心呐。啊，这才叫孝敬吗？哎你金二哥是有本事讲义气的人啊。哎苦落平阳啊。得我敬重这样的人，年关到了，在柜上给你金二哥支点年礼钱啊。好好说。打今儿个起，他满八爷跟我金二这师徒之情就他妈算完了。往后我想进这门槛儿，谁他妈也甭拦着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。啊，哎，
要不然你就再想想。哎，我这儿倒是不忙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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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外那匹白面让铜头柳三儿这小子压靠得住吗？哎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矬子里头拔将军吧。咱们真要请那号应手也未必请得动人家呀。哎，高经理，要是您信得过我丁二，这趟买卖我包了。嘿，痛快。哎，二龟上轿。好嘞。金二哥，要你亲自出马，那我姨父可就一百个放心了。黑金半夜的闹什么酒啊，去睡去睡去。这有事儿呢。来，我高某人亏待不了你。来，你那心事不就是神交图和甄三这两档子事儿吗？包在我高阔亭子身上了。嗯，得，有您这话就成。来，哎，也不是说在北京这个地面咱们爷们儿跺脚乱颤。不过你跟满八爷的交情不能断啊，满八爷一代交王吗？你是他的得意高徒，这个字号不可以改。嗯，哎，高经理，高经理，你哎，哎，哎，拿着。哟，九儿啊，啊，从明儿起，给金二爷开个甲级单间啊。哎。嗯，高经理，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一点小意思嘛，拿着玩去。别，再说口外也用得着啊。哎，您先拿着，您先拿着，我用的时候再到您那儿拿去。你先拿着。哎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哟，真不赖，还走得咯噔咯噔的呢。没露面啊，这日子口总该露了吧。他到口外给高阔亭压东西去了。压什么？压白面。白面？嗯，这事儿可不能让师傅知道了。可不，
师傅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我半个步，回一个炮，也到一个，接不了枪。朋友，都是江湖上的，赏个道，留个情面，日后见面都有好处。在下也是有名有姓的，北京南城交往满八爷跟前的，姓金，名二。也管你妈金的银的。咱爷子刀口下，切你妈脸豆腐！你们等上！好家伙，留神冻着，快穿上吧！啊，金二哥，哼，关外那地方地头冻裂口子了，是吗？北京倒还好，哼，要说北京城，真是块福地，一点都不冷。感情，话说也该暖和了，七九合开，这八九雁来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高经理也太客气了，还摆什么酒席呀？哎，这两年你劳苦功高嘛，他当然要给你接风洗尘了。高经理说了，这两天让你到八爷那儿去一趟。你都快两年没露面了。万一要是八爷发起脾气来，让你忍着点儿啊！
甄三儿这小子年年闹着去天津，听说今年又闹着去来着。甄三儿已然去天津。多少走的啊？多少个？切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，让你们把他给我留住。我和姨父商量过了，就让这个小王八蛋栽在天津卫。我姨父请了天津三不管交厂掌穴的盖九州。哦，哎，出了这个价呢，多余。嘿，你可不知道，这小子这两年可壮了，绑得遥远的，兴许你都不认得了。哼。甄大姐在家吗？甄大姐，甄大姐在吗？谁呀？哟，你可是稀客啊。有事吗？嗯，没什么事儿。哦，那喝碗茶吧。哎，刚沏的。啊、哦，三儿去天津之前跟我说过，有一张图啊，放在家里了。说什么时候要想取的话呀，哎，就到家里边来取。哎，您知道放哪儿了吗？啊，是满八爷给的图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、有有啊。哎，是我昨儿到满八爷那儿打听三儿在天津的情况，八爷才给我的。哦，说放在我这儿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啊，这不。八爷啊，可稀罕这图呢，说他看着这图病都减轻了呢。不是这个。嗯，那别的没有了。哼，哼哼哼。哎，哎，金儿，金儿。
王大爷，你走啊！你走。哟，又没敢给您送水。哎呦，王大爷，您早啊！回来了啊！早吧，早了。您瞧，呵，撑了把那墨宝，真够意思。王大爷，嗯，这是前两天程老板来看我们的玩意儿，哦，给送来的。哦。要说程老板小时候，我们都街坊。他也是苦出身，哪念过多少书，全凭用功，直到能变戏，嘿嘿，四大名旦之一呀、啊，可真不容易。艺人不易呀、啊，学艺难，闯码头立牌子是更难。要说你那个功夫，嘿，也算数一数二的了。你那个饭可真叫座儿。前几天报纸都捧你了，瞧您说的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闯码头立牌子可不这么容易呀、啊！啊，王大爷，我去访访天津的武林朋友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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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有熟人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我说还是有熟人带点好啊。我那饭上不是写着的吗？众人为师嘛，走访走访就熟了。趁着今儿个歇场，去结交几个朋友，真是义无止境啊。王大爷，您忙着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说，郑先生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别一个人出去溜达呀。王大爷，您可真有意思。没事，我出去溜溜腿儿，就回来。
不敢动问，你了是北京来的真三儿吧？不错，我就是真三儿。列位怎么认得我？好嘛，谁敢不认识你练总饭的真爷呀、啊？这不天地为红的法子真三爷吗？好嘛，一张纸画了个鼻子，你了有多大的脸呐？咱把话挑明白了吧，朋友，我们可都是闯荡江湖的，拿人肉换窝头啊！怎么着，您在天津这杆饭练红了，我们藏子里可都亮了板凳头了。怎么着，听说你还要在天津喂码头粘下去？怎么着，听说你还把我们天津艺人都看瘪了？怎么着，听说你还要立教场？怎么着？各位误会了，我甄三儿没说过这种话。我甄三儿初到贵方宝地，做的有什么不周的，还望各位多多指点。这不是明摆子吗？天津卫不是好干的，你要懂事儿的话，屎壳郎瞎撒吗？列位都是吃人饭，话可得放干净点。咱们呢，你爷爷就这么说话，今儿个哥几个让您给急了急了，没别的话，掏几双靴子钱。要是没有，嘿嘿，可别怪咱们天津哥们不义气。走。哎，太快了，老四，老四，干嘛呢？快快快！别欺负外乡人，都给我散开，愣着干嘛？哼，便宜这小子了，有本事别走嘿。正好还有个肥猴。真爷这杆饭是你请的，你可要把它叮嘱好喽。嗯嗯嗯。哎，银子是好东西，可是义气比这更值钱呢。咱不能为了银子就把新兴马戏团给甩了。我知道，哎，这帮人也太黑心了，看着谁红了、是你也争我也夺，非要拆墙角不可。知道知道知道。真爷这杆饭是在我的马戏团里红起来的，是我请的记者给他拍的照，是我花的钱请人家。得了得了，得了，您甭说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得了，我说掌盘子，三儿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他们出的是两三倍的价钱，我哪比得了啊？再说谁学艺不是为了赚钱呢？恐怕留不住人家了吧？哎，甄三儿不是那种人，不会因为那边给的价高就把咱们给踢了。可是要说咱们这边给的也太少了点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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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啊，一定往上加。来真爷回来了。三儿，来来来来，喝一杯。甄先生来呀。怎么了？我不想练了，让我走吧。这词儿你晓得他妈的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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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弟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卖艺卖艺，谁不是为了赚钱呢？今天真爷把话痛快的说出来也好。谁让人家肯出大价钱呢？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酒来了。三儿，干嘛？你先来瞅瞅这个，
来。我多句嘴，你得做点正业，别一个人往外跑。